你个舔狗，我乐意，我感觉当舔狗挺好。当舔狗还当出优越感来了。来来来，我让你一次性舔个够。来啊，舔啊！你这味儿太大了。这只猫还没发现我，没发现我。你干嘛？哎，那没事啊，我头痒，我脑痒不行啊，我脑痒。我告诉你别跟着我啊，谁跟着你呢？我脑痒呢，我就跟着你，我看你把我怎么样？那个我可没跟着你啊，我脑痒呢，脑痒。大哥，不行咱撤吧，那小崽子叫了20几条狗过来了，好狗不吃眼前亏啊。不慌，慌什么？小场面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今天敢打死我。哼，别闹，正经点。你别闹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老头在这儿呢，别闹。你他妈是个公猴，哪来的老头啊？你被你发现了。感谢路过的大哥大姐大爷大妈，谢谢大爷。小鸡儿，我路过贵宝地，没了盘缠，人人献出一片爱，世界将变得更美好。拉就完了，只需简单的一步，让你秒变小白兔，大功告成。我这就变好了，妈咪妈咪后我变，妈咪妈咪妈咪我再变。猫是一种懂得审美的动物，如果它的主人长得漂亮的话，它就会一直盯着它的主人看，一直盯着它的主。你看我，你往哪看呢？你看我。动漫村开业，为了增加人气，门口支起了抓棍子的游戏。这位大爷，对，就是这位大爷，他已经在这抓了一上午了。大爷，不行，咱换个游戏玩吧。这游戏显然不适合你啊！来，狗子，里边请。我先把我的脚丫子蹭蹭，别把你的地板弄脏了。孺子可教，好狗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再蹭脚丫子都蹭秃噜皮了。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老鼠，我是松鼠啊！你别过来，我胆小。你别过来！哎呀，我下心脏病犯了，快打120，快打120！一边享受着按摩，一边追剧。这小日子过的，干嘛呢？别愣神，快再给我偷懒磨洋工，我扣你小一根啊！这力度不够，使点劲儿，没吃饭。来，拍锤，动起大子，动起大。这人脑子是不是锈掉了？被驴踢了？老二，你是不是踢到脑袋了？不是我啊，别赖我。老爸，你看看我，我是你孩子。我眼神不是太好，我看看啊。嘿，还真是我孩子啊。爸也没什么可送你的，你这样。爸让你坐次飞机，来儿子，登机，上来装稳啊，起飞了。真是太不要脸了，好容易出月子了，孩子们都断奶了，他又吃上了。哈，老二，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？算了算了，给你吃吧，就当关爱智障儿童了。狗蛋蛋，你看好了啊，我把这个球扔出去，你接回来，好吧？走你。去啊？怎么不去啊？傻坐着干什么？去叼回来。你老看着我干什么？去啊，你自己扔的，凭什么让我去叼回来？你自己去啊，有病。哈士奇这种狗很好养活，家里如果没狗粮了，像我这样可以对付2天，只要你的动作做到位，演得稍微逼真一点，他肯定相信。看到没，他还有吞咽的动作，这就算成功了。来，二喵的，开饭了。来来来，可劲儿造啊。不是，用不了这么多。哎呀，你怎么倒这么多呢？你吃不了，吃不了啊。哎呀，那啥情况？是超市搞促销啊，还是猫粮快过期了啊？我是比特犬，你敢跟我比比划划的？比特犬咋了？我是哈士奇。什么？不是我骚不过他。哎呀，我的身份证啊。你该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？你可不能随便怀疑狗啊，我是无辜的。网上说在家里待时间长了，爸妈会嫌弃你。这爸妈嫌不嫌弃我还真不知道。反正我家的猫这两天看我是有点不顺眼了。咋了？我这才一个月不挣钱，你就容不下我了？哈士奇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大哈，一种是二哈。眼前这种就属于大哈，这种大哈拆家非常有条理，干活非常的细致。你看到没？地板都是整个拆下来。来，你先抽着。那个老二啊，主人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啥事儿啊？你说，只要能办的都给你办了。也没什么事儿。你看，就是咱家的条件也不富裕，你拆家的时候能不能？别说了，不能，这事儿没商量啊。施主，请听老僧一言啊，家具本无罪，何必赶尽杀绝啊？拆家无涯，回头是岸啊！你个老和尚，你是唐僧啊？别说了。来，小猴子，给你一坨粑粑啊，不是，给你一坨榴莲吃。这玩意儿啊，闻着臭，吃着香啊。去你的吧，明明就是一坨粑粑，你妹的！要不是身上长着毛，我还以为是人呢。这猴子的高脚踩的比我都好，这上山容易下山难，我看你怎么下来。那你可要看好了啊，嘿嘿，送医的呀。
谁干嘛谁呀、啊？你起来，谁让你喝我奶的？你给我躺好吧你，喝你奶是看得起你。怪来人呐，丧尽天良啊！你笑什么？你还笑？说好的只是过来洗澡了，你把我毛给我剃光了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不报此仇，誓不为哈。家里给我下籽了，就一只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独生子啊，吃个奶都这么摇摆，没办法呀，任性。骑自行车的讨这么漂亮的老婆，而我开车的，为什么就是这个命呢？老公吃猪肘子，吃吃吃，吃你妹呀！喂，老弟，老弟别走啊！来来来，下来玩会儿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来来来，下来斗地主，三缺一，快点的吧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我去，土拨鼠！我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看到过你，真的吗？当然真的了，就是你站在山顶上啊的那个视频啊，那个是我的成名作。你这样，现场给大家来一段，都想看。那稍等，我去化个妆。不是，掌声呢？双击呢？来，黑猴子，给你个橘子吃。来，张嘴，跟着我啊。你敢耍我？逗你玩的，生什么气啊？来来，给你个屁！你给我滚！好了，不逗你了，给你，我不要了，给你啊！我不逗你了，真的，我不上你的当！哼，你们男人没个好东西。朋友在非洲开了一家面馆，生意异常火爆，而且到他店里吃饭的小孩子特别多，因为他知道小孩子对这玩意儿没有抵抗力，上头。喂，大猩猩，你吃不吃？当然吃了，你扔过来吧，我接着住。你接着啊，我可要扔了。你快点，磨磨唧唧的干啥呢？那你可要注意了啊，一定要接住啊！一二，这你妹的，往哪扔呢？爸爸，你看你的手机多脏了，我给你洗洗啊！哎呀，我的手机呀、啊！这个视频已经流传开了，这外国人那边怎么解释啊？这让他们看到还得了啊？那奥运会还不得把乒乓球取消啊？你一共消费250元。好的，稍等啊，来狗成长用你一下。OK， 好，我去，还有这种操作啊，真有你了，过奖过奖。家里哈士奇生了6只，把我高兴坏了。有2只在智商上面特别出类拔萃，这或许就是哈界的卧龙凤雏吧。捡到宝了，可算是捡到宝了。这玩意儿操作起来简单，你们就看我的吧。秀特技，跳起来！妈妈，你放我下来，我都1岁了，可以自己回窝了，你不用再叼着我了。给我闭嘴！小屁孩子，你懂个啥？你看这2只笨猪，连个西瓜都翻不过来，怎么说话呢？说话给我放尊重一点，你听你来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老祖宗留下了很多财富给我们，让我们受益无穷，但就这个名字确实跟今天有点格格不入啊。哎呀，你进去吧，你快点。不是，你们两个行不行啊？让开，让我给他2锤子。你给我就进，怎么进去了吗？我去你的吧，戳疼我了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你们两个让开，这没你们两个事儿，我今天非得干他。你给我起来，不知道老年人优先啊，我先过。抽筋了，活该老东西。抽筋好啊。老二，你先来吧。好，那我就先来啊。我也抽筋了。你怎么也抽筋了？哎呀，我也抽筋了。天不转地转，山不转水转，我不倒你倒。催眠成功了。不是老板，我怎么感觉你要租给我这个房子怪怪的？这房子是拿楼道改的吧？啊，不是，这个是我拿以前的厕所改的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好奇心害死猫，让你不要去捅马蜂，你非得去捅。得，这下好了，猫爪变熊爪了。你别急，这是上杀猪场的，你急什么？我死我就死你前面。